一、二、三，鱼马戏顺利通车，耶、yeah! ！大家慢慢嚟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系啦，可以入车啦，唔该，慢慢嚟，小心啲。港鐵公司車務總監李嘉印博士 Tony 為我哋作出特別嘅講話，請。歡迎大家到早嚟到蘇澳台站，同我一齊見證全華城全線開通嘅第一次。由蘇澳台往屯門方向嘅特別班，將會喺5:50開出。大家上咗車之後，記住緊握扶手。又過嚟等屯馬線送岸台開，係琴日第一日開工係嘛？係喺呢度開工，喺呢度啊，係做車站過嚟。哦，係咪好期待自己又喺度開工？係啊，今日又翻嚟啊，咁早六點鐘翻嚟。係咪一直都希望係喺港鐵服務咁樣？係啊，都會繼續都會係努力喺呢度做嘅、因為遲啲就會調我去東鐵線。有咩有呢度㗎？